伊袂甲咱扣税，袂叫咱去做兵。吼、哦，那像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时候，敢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做兵，替美国人讲去拍伊人，无这个代志嘛。吼、哦，伊占领伊拉克的时候，无叫伊拉克的人去做美国兵，替伊做前锋，替伊去死。嘛无叫伊拉克的人讲，你水交出来都爱交我美国呢。但咱今仔日伫台湾这个所在，咱有中华民国代理美国占领的时，不但叫咱去做兵，咱足济子弟无缘无故全死伫军中诶，啊，搁战争结束了的时，无缘无故会派去中国去甲共产党战，啊，战死伫沙场，战死伫中国迄些所在无倒来，啊，即要找到虾米人甲咱赔？安尼阁无要紧哦，哦，来到这个所在，甲咱做足些歹代志的，上严重就是讲二八事件。来两例 ，Airwaves 深呼吸。Airwaves 绝对有精神。Airway 劲动兵肉全新上市。中战无偌久，啊，伫中战以前，所有的台湾人拢是受日本教育，所以袂晓北京语嘛。但你中国兵若看到讲袂晓北京语的，甲你问话，你讲的话是日本话，讲的话是台湾话，一枪就甲你扁死啊！安尼一路抬对南抬到北，对北抬到南，安尼抬死十几万人，唔敢讲呢。美国的情报工作者甲反应足严重的美国向我们来抗议啊，所以伊呈报给美方，讲说死两万外的人，啊，即摆最近毋是侯宝森讲才死正千人，啊，但1962年嘛，我会记是1962年，民国51年吼，省议会质询的时阵讲哦，户口内底有名的，找无人的，对1947年发生代志，甲1962年迄中间。户口内底有人诶，有名诶，但找无人诶，有126000诶。啊，伊对我讲诶，讲是上侪是死28000外诶人诶。啊，你失踪，户口有名诶，啊找无人，126000外，安尼是毋是将近160000人去互刣死？短短几工尔咧，过之后诶清乡，甲之后诶白色恐怖，偌侪人掠去关，掠侪人掠去。掠去有刑啊！掠偌济人掠去枪杀嘞！即款个无法无天的即个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的中华民国政府，各位咱敢袂敢讲，这是真悲愤的代志啊！令人悲愤的事情，令人悲愤的事情啊！所以我伫遐呼吁讲，不管是日本的人，或者是琉球的人，爱会记得讲，台湾本土台湾人遮人。要是恁的同胞兄弟啊，要目前要伫中华民国的铁底下，伫军事战略下，伫遐咧哀嚎啊，啊需要恁的帮忙啊！哎，啊这个录音带啊，改成伫日本放一开啊，一礼拜左右，且过十天的时候，我要阁看的时候，已经无啊，我的电脑去消除啊，去消除啊，有是另外 copy 的哦，还阁有吼。啊！但我电脑已经消失去啊，也个哦，这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咱讲话短短五六分钟，但是伫日本安尼放出来，我相信看到人一定有感想。用什么来佐证呢？我们5月11日、甲5月14日、5月11日过去琉球，5月14日回来。咱伫12日迄天参加迄个冲绳回归40周年。伫伊野湾市吼，伫迄个那霸北边，差不多30分钟车程，40分钟车程。伊野湾市迄个所在，因伫伊野湾市民大会堂吼，有300-400个人哦，迄我看人300-400、400-500个人哦，我一千个哦，真侪人哦。啊，因举办这个庆祝大会的时阵吼，咱拢会被安排伫中迄个所在。啊，出来的时吼。我一直甲日本遮咱遮日本的同胞安尼做沟通嘛，啊你讲中间啊，
你讲中间啦，有三个日本青年哦。我问讲恁对来，伊讲有台办来，有东京来。讲啊，恁是这个团体是毋是？林志先去告美国迄个团体啊？伊讲一个海亚市长林先生啊，一个海亚市长，那海亚市海亚市，讲是不是林啊？是不是一个 Roger Lin 啊？伊讲用英文讲是那 Roger Lin 啊，去告美国啊，然后成立迄个团体啊，哦，啊，这个足趣味哦。所以我感觉讲渐渐哦，咱拢总即按即边去琉球都。这六个月以来去日本三次，都十二月，咱是十二月十二一出去的嘛，二十出去嘛吼，啊十二月二四回来嘛，咱去亚斯库尼进食，吼、哦、去参拜咱39,100名，伫太平洋战争中间，咱本土台湾人参加战争战死遐英灵啊，想看卖？咱参加太平洋战争，战死遐英灵是藏伫亚斯昆尼进下，藏伫靖国神社咧坟拜哦。咱迄当阵战后的时候，一寡去参加中国的迄个国共战争的死，敢有藏伫忠烈祠？查看嘛，可能无哦，无他遐好康哦。所以遐人讲起来相对幸福啦，死伫遐有人拜哦。这个去中国战争的时候，死是无人要插伊啊，敢咱看做哪狗尔呢吼。然后回过头来讲，咱去讲，咱就5月、4月19、23去东京的时候，隔天讲我就要去那个文教区吼，文京区的市民大会堂吼，要参加因那个 NPO 峡谷面吼，叫百人大会，100个议员的大会。我就叫咱台湾旗吼，台湾国旗伫那个咱的那个。捷运站遐咧行了，哦，有一个我煞袂记哩名，一个小袂记，蛤蟆山咧吼，哎，都一行过来，我这个我足面生咧，伊怎主动来甲挨杀阵咧讲，你是毋是去年有来亚斯尼进者？我讲是啊是啊，哎呦啊，我伊就搁提名票啊，我讲我原来是你因迄一个较早是一个县议会议长嘛。哦，啊，就跟他打招呼，足热络打招呼啊！啊，伊嘛去参加这个大会，吼、哦。所以就讲，咱吼、哦，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啦。这句话是可以相信。咱来去行，去靖国神社行行，过去天皇遐个接受了，伫东京市，互人留下真好的印象。所以咱第二遍过去的时候，就人主动甲咱挨杀子，吼、哦。啊，第三遍去琉球的时候，嘛得到真好的成果。这边虽然咱无公开演讲，吼、哦、咱嘛无家己啊亮相，因为在会场的时候，讲今日得罪左派啦，吼、哦。主办单位讲啊，尽量卖家己啊举出来翕完呢。不过咱嘛有甲布条揪出来，吼、哦，啊底下翕上好，其他的日本同胞看呢。啊，另外讲，咱嘛真幸运，咱去到琉球时有足侪台湾同乡，吼、哦，咱伫第一暗的时。无见着，但第二暗的时就见着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就职的，伫遐做生理的，也有做医生的，吼、哦，啊做教授的，啊就伫遐见面安尼，迄是第二暗。啊第三暗的台商会长有来甲咱会面，啊台商会长是我42年前伫台大的时熟识的，吼、哦，爱兼迄个兼华商。华商会议，华商会长嘛吼，一个人兼两个会长，吼、哦，啊所以做真好诶沟通安尼，啊咱当然希望讲，将来咱陆陆续续会当因为琉球足近诶嘛，单机诶机票大概6,000-7,000块都有啊嘛，啊嘛会当坐船去，我若无记毋着是啥10点、11点。暗时啊开船，啊，到遐都天光就到那霸呀海港安尼，吼、哦、啊，船票嘛介俗，所以接近的所在，咱爱加强咱的交流，所以咱甲伊表达讲，咱希望甲在那霸在琉球遮台湾同乡吼做较密切的交流，啊嘛得到真好的回应，吼、哦、啊咱嘛吼有甲拜托讲尽量甲咱的。咱的这个宣传单哦，宣传品哦，
啊，来传予咱所有其他无来的这弟兄，啊，希望伊是变起的心，会当甲因做一个做一场演讲，甲咱的法律论述做较详细报告。啊，我回来的时就随，甲我最近写一篇一本册的初稿，寄去予迄个林教授，啊，甲迄大商会长，啊，希望因大家看看，对咱的民政府的整个的发展。有较充分的了解，吼、哦，啊，会当对因来讲是希望讲会当激发因的迄个台湾精神出来，台湾意志出来，吼、哦、啊，会当来甲咱斗相共，这是一个月内底连续去东京，啊，搁再去这个琉球所发生的代志，我是感觉一遍搁一遍。在台湾，哦，去美国，我伫2010年的九月七日去参加咱台湾民政府代表处驻美代表处驻美代表处的这个开幕的酒会，哦，啊，去看咱的代表处的办公室，去甲美国人做沟通啊呢，啊嘛去纽约甲 New Jersey 哦，这两个所在去参加咱的演讲会。啊，当然时间有限，所以我无去西华。咱迄当阵何瑞仁因有去西华演讲，我就无去，无去那边，我就对纽约转来安尼。啊，然后去年甲即摆一遍过一遍去日本安尼行，感觉讲咱法律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所以法律论述完全正确，提顿甲台湾来讲，咱拄着真侪困难。因为我常常说，我们这个团体是不是武力革命的团体，但是我们的法理论述一个透过法律来斗争的革命团体，有这个革命性的意义在，我们没有拿枪拿刀去跟国民党相台，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个暴力来进行我们的革命性的工作，不过我们是透过法理论述来做革命性的工作。不过，咱伫这法律论述过程中间，咱已经是得罪所有的人，哦，国民党咱个得罪着，就是民进党咱嘛个得罪着，因为民进党是支持中华民国，然后伊要参加中华民国各种的选举，去做总统、做县长、做立委、做议员，然后迄内底有足济好康个通提，各位可能无咧插政治，较唔知，就我个人。在桃园县政府短短年外的时间担任局长的经验，咱这个政府体制、中央政府体制，每一个在政府体制内底做工作的人，大部分拢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哎，有人讲够硬啊，和你讲讲呢，那像真的呢。就是我伫做局长中间，都有人来甲我讲啥，大师来甲我讲哦，迄咱一般的迄个咱的代书业务的代书吼。我局长你唔知啦，要像你安尼讲哦，啊，阮代志都免办啦。我是安尼讲，我公务员都袂使贪污，但阮每一遍咧申请案件时哦，公文内底拢爱藏2000-3000呢，较大案件爱藏5000呢，因为我若无可能藏2000-3000哦，伊甲你刁难讲这个所在爱改，这个所在爱加一个条件，甚至甲你跌到公文，甲你跌到遐，我甲你讲，互你拖时间，哦。你若无叫人去关锁，啊无你就一定爱藏钱啊！哦，我迄阵听讲，哦，我行政革新毋是，蒋介石时代就咧讲行政革新，讲我即阵啊拢无进步，因就是安尼啊。哦，小案件是2000-3000，大案件是5万-10万呢。哦，我嘛无啥相信，只要有一件代发生，咱迄当阵要未改做。那个中兴还袂改，要不改做台北大学先哦。中兴大学华商学院伫台北，啊，因经济足济，我系后辈啦吼，遐教授啦，先几位因几个教授，啊，就去做一个时代证券啦，个时代证券 Time 吼，时代证券，啊，因咧发展发展到尾啊吼，对央媒来设一个分公司。啊，设一分公司的时阵啊，告诉讲后日就要开幕呢。啊，今日一日先哦，
消防检查还未通过。伊讲吼，一礼拜前吼，两礼拜前就讲来检查，讲安尼袂使爱改。啊，改好的时阵改，一礼拜前就改，公文就改下水就讲，这阮已经改好，请你来勘验。啊，但今仔日，甲今仔今日下晡拢还未来勘验。啊，后日就要开播，剩明仔载一天尔呢。啊，经理是急到要死的，当要安怎，当要安怎？吼、哦，啊，因可能唔知讲，爱个红包爱包起啊。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呢，急到要死的。哎、啊，你周教授。啊、我讲名话，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叫周天成教授，头毛拢白啊，比较较少年，但头毛拢白了了。啊，财政局长呢？财政局长是蔡教授，我拢熟悉。你敲一个电话讲，我咧拜托。下晡两三点、三四点遐敲电话来，啊，就甲讲这件代志，讲啊，我阳美分公司吼，啊，消防检查讲未过，啊，阮改好啊咧，啊，一礼拜前就甲讲爱来看复勘啊、复验啊咧，啊，甲当也未来呢。啊！你看来，我讲你看来，啊！我随家即消防局长敲电话，我甲讲这件代志，有啊！我你带来，我带来，啊！就带去消防局长的办公室，几分钟解决，五分钟以内就解决了。安怎讲？马上伊敲一个电话讲，无啥人啊，无啥人啊！啊！因为迄个时代分公司的这个消防设备的勘验复验呐，甲咱未去甲办呐。啊！明仔载最后一天，后日就要开播，你也甲办要哪会使？哦，迄、那个负责人啊，迄、那个负责这個工作的人啊，伊就讲、哦：我马上去，我马上去。啊，你想看麦？啊，你即款体制，你想看麦？伊咧等什么呢？等红包诶，啊不等关锁诶，你也无红包，佫无关锁，免谈啦，拖到明仔载去，你就一定爱送包来。你找无关锁诶，无关锁诶管道，你就送红包来。啊！我家己感觉足艰苦个呢。啊，我做局长都要去为这件代志做关锁个工课呢，变安尼呢，而且拢亲身体验个啦。咱足济人无经验，唔知啦。所以，咱想讲，我哩讲，迄、那个工程个契约书，伊个律师拢写爬线咯、喔。讲哎，古怪呢！啊，咱我伫报纸啊讲，我讲哎、欸，啊，咱契约书建设都写讲，这个工程做落去，伊律师七爬线。吼、哦，爱心谁人无法度做到够，拢一定爱哦，工程的品质拢足歹安尼，拢有迄个偷工减料呢。虽有迄个工程的公司，工程公司无工程的，无即个公家机关工程的，会用来甲讲，局长你要改，我拢知，我嘛足赞成的啦。但是若按照你七八千，我拢爱好死未疯。安尼讲，摕袂到迄个工程啊，我还是爱偌济，上少嘛爱70%。一千万的预算来，我甲做落先，实在才用300万来做，啊，700万爱管爱来去打点各单位呢，爱去打点各单位呢，所以一千万的工程，我才用300万来呢。你若讲，安尼我才有哪趁钱呢？趁钱100万、200万呢？啊，我若讲哦，真正就你讲讲7%呢，我无惊去惊人饲啊呢。我讲啊，到底是爱甲谁打点啊？各位啊，你想看诶，爱甲啥物人打点啊？监控单位啊，人二啊，调查局啊，哦，科长若无提，啊，局长啊，还是副局长啊，还是什么人啊，还是代理县长，还是县长啊，还是什么人啊，还是机要秘书啊，还笨呢，有白手套的，你清参加呢？我同学，我感觉讲安尼，这官哪会做你啊？这官都未做你啊，无法度改革啊！我就开始想要离开啊，差不多所有的公务员拢想要安怎对咱这个公务的开销吼，来得到好康的啊。这是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现在电价是拢袂好，咱去日本伫哪角落看到的，咱去琉球伫庄卡看到的。路拢平平平，水沟嘛足清气，想诶，水沟未积水，未流沙伫迄个所在，无看垃圾啊，清气呢呢。啊，咱伫咱台湾，不管你是台北建设上好诶台北，或者是庄卡，可能依然较好，伊我拢未看到咧。市容来讲，所有诶市容拢足歹，会使讲丑陋难看，
非常丑陋，非常难看。1998年十二月的时候，农委会刚在多几个大学合办一个关于台湾的地方建设跟有关这个土地征收、迄个物件、土地利用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讨会，国际研讨会哦。对在时啊，九点开始，咱的官员、咱的学者一直讲哦，咱的制度偌好，都偌好，咱有区段征收，咱有这个势力强化，所以啊，咱有足济资金啊来做这工课。但对第一场一直到尾一场啊，逐场都有国外的学者在问我，啊，恁讲恁有遮成功的势力强化，有遮济迄个区段征收，是安怎恁的都市拢垃圾业业，恁的都市的市容拢这尼啊歹看？无人有法度回答，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学者，拢避左右而言他，无法度回答，唔敢回答啦，唔敢回答嘛。我讲这拢是贪污的问题啊，有钱哪有钱呢？但一千块开出去，这三百万落实，一千万开出去，这三百万落实，其他七百万户这有诶无诶搬搬去啊，这牛鬼蛇神分了了去啊，你变哪建设得好？你当然是路面未平嘛，哦，坑坑洞洞嘛，啊，当然是咱的设施、公共设施品质真歹嘛，其他的公共设施就是学校教育水准内容嘛，足差嘛。即摆嘛真少看到讲真正为了要办教育，为了囡仔的前途，你用心的教书啊。比咱五六十年前，咱的砖卡，你受教育先。迄款日本时代受过日本人教育的训练，迄款日本精神的教师已经无看到啊。所以整个台湾乱到这个程度，会使讲荷兰敢讲讲真失望啊。这对咱今仔日咱台湾民政府会使讲自尖反众，肩胛头非常沉重的所在啊，的原因嘛。所以啊，咱为着要台湾这个土地会当较紧较紧来脱离掉这里。给你出事，我给你伸啊！哈哈哈哈哈！啊！三菱电机是静音专家，运用独特风的技术，把声音做到最高境界。给你舒适，不给你声音哦。三菱电机静音大师，还有大哥家电工厂啊。我靠了，你这边是电机。目前咱的这里，金矿就是讲吼，我们咱无对外人呐、啊，非会员，咱拢无要家无看就对了。咱要开销要。创什么物件？要用什么钱？一个案对一个案，假设这个案需要30万，那能叫同心，就是讲所谓同志，吼、哦，大家有钱出钱，就是讲借少，一人有较济就出较济，啊，若无较济出较少拢无要紧，借少轻轻轻的，甲讲这个案，吼、哦，要支出30万，啊，咱就来募集30万，对咱的会员来募集，并无对非会员募集，咱是安尼。求求欠欠，吼、哦，刻苦耐劳来进行咱的革命性的工作。会安尼做，伊原因是安那呢？咱不爱像其他的其他团体一再甲民众无看，无看了的时，做的工作是无意义的。咱希望讲，咱以身作则，咱家己本身咱的同心，先甲咱家的钱入起来，摕出来来做对台湾有益的代志。和外口的人讲，咱不是要为了这个钱来做这个代志，咱是为了要达达成咱台湾的目标，咱台湾人，咱本身，咱内心所愿望的台湾的目标。所以，咱用家己的钱来做这代志安尼，因为安尼关系哦，咱发生足侪困难，咱发生足侪困难。当然嘛，足侪误解。啊，咱伫这个所在办这个咱演习会是演习营，有收一寡费用。这个费用是用来建设咱这个场所，有7公顷的所在。明仔透早各位会当啥？较早起来先去爬山，你甲坐一阵，甲面顶挖落来，可能要半点钟以上。啊，这款拢爱建设。啊，咱外口后边，咱看后边，咱有停车场，咱有直升机的停机坪，哦，
这拢爱开钱来做的。吼、哦，啊，咱后边去当工厂嘛，嘛甲改做宿舍，嘛是有150个床位，迄拢爱开钱。吼、哦，甚至将来咱后边若有钱，咱咧阁起一个啥厨房甲餐厅。吼、哦，希望讲300人做去食饭，拢会当容纳得下。吼、哦，啊，这拢爱收费，啊，这拢变作讲恁来遮受训的时收入用处呢，拢开伫这个所在。像咱这个教室较早来，伊这是拢一间一间的这个房间，甲共调了，甲拍通，变成这个教室啊，嘛爱买这桌甲椅啊，所有办公室的设备拢爱买入来，拢爱开销。现出是都用伫遮，但是咱为东兴并无了解，无真充分了解啊，所以拢对咱的做法拢有意见。有讲啊，你拢买无看，所以你才无钱通开，才都要对东兴来收钱啊。但咱我就希望讲，大家一定爱想看卖。咱若是代志拢还袂成功，啊，就一直对外口无看，啊，若做袂成，我要安怎共交代？咱无希望讲，咱像绿营足侪团体，讲收足侪无看的钱，然后代志做袂好势，安尼先早晚爱互笑，爱互起笑，爱互呸嘴烂。我相信即摆足侪绿营团体，拢发生即款的结果。当然啦，有绿营。伊的心肝，伊嘛真了解讲，啊，我来去做这件代志，做袂成功，但我无做就袂使，无做的心，我的人走了，啊，万把都无得看啊，啊，我的生活发生困难了。伊是为了伊个人的生活来咧做这件代志的，并不是像咱讲，咱是为咱台湾目标，把家己落底的钱摕出来用来做这个工课嘛。所以我相信咱这个精神，这一两年来，对2009年十月，咱把这个。华理建国会章程组织章程哦，甲确立以后，咱就绝对无对外口无看。那有是讲借钱尔尔，吼、哦，咱欠用先讲借者安尼尔尔，挪用借用安尼尔，吼、哦。啊，这款情形之下，当然咱得过啊真艰苦。但是我认为讲，就是伫真艰苦中间，咱才有可能成功。咱大家看卖咧，共产党啊革命，敢无讲蒋介石几啊百万的兵？敢不讲伊掌握全中国的这个税收，美国敢咪花美元十万美金、十亿美金、几亿美金咧花？最后是安尼，证书伊去互共产党甲读出来。共产党敢有钱？无钱呢？共产党敢有人？无人呢？共产党成立的时十个人尔呢？十个人尔呢？民国八年就叫1919年啊，共产党伫北京大学成立的时十个人尔呢？十个人刻苦耐劳、认真打拼时，有迄个结果，甲顶国的中国国民党拢怪踢出中国。迄毋是干咧伊论述对尔，嘛是伊真坚持，伊的主张是对，得到劳工甲农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赞助、的支持，然后伊才是加一群人，用人民的力量甲国民党赶走啊。无伊要用啥物？咱即摆共款啊。那么希望讲，咱的论述是绝对正确的，100%正确。但是呢，咱足济人啊，因为咱安尼出来先，台湾民政府一出来先，咱论述正确，哪像一道光，把这个啊黑暗的空间照光了的时候，一挂吼，就是讲各种的邪说啊、论述啊，拢无多跟咱比较，然后伊足惊吓，惊有一天咱民政府来真正成功的时候。因政治地位拢无去啊，政治好康拢无去啊，政治的关系拢无去啊，所以伊一直甲咱阻碍。我要来甲来参观这个民政府，要参观法律建国来参观这民政府的时阵哦，我就一朋友拢甲我阻挡咧。一个朋友甲我讲说，唔好，我迄网络上哦，迄红骂咖呢哦，林志兴哦，去红骂咖呢哦，无一滴好，即款人你唔通去甲斗相共。我甲解释，我安怎讲呢？讲台湾这个社会，伫中华民国、伫中国文化之下，中国真歹的政治文化的这个影响之下，已经拢变形啊！所有政治人物拢外国起来抓，我甲目视眼、目睭甲看过去，所有政治人物真少像李小莲安尼，袂晓钱唔惊死的，但是伊安那，伊敢出头无出头？其他人乌鲁木齐，我所看拢乌鲁木齐。无一个真正要为台湾的啦，无一个真正有心要为台湾，拢是为家己落地仔咧想的，为伊个官位，为伊个名利咧想的。
讲这人啊，拢已经思想拢已经歪过去了，所以假使大家拢咧骂林志坚，有可能两个情形，林志坚确实是罪大恶极，做这个歹代志，哦，偷骗抢，哦，强奸暴有诶无诶歹来做这个，所以确实是歹人。另外个角度看起来，伊做的是足好诶人，因为这人惊伊嘛，惊伊成功嘛，所以一直甲诋毁，一直甲骂，骂到怎样咧骂？网络上骂到无一点好，一点啊理性都没有，互人看马卡手，互人看了迄个文章就推啊。所以啊，各位一定要有一个真公正的心、真冷静的心来思考。咱若是若正确的时阵，行到倒位拢同款正确；行到美国也正确，去告美国告会叮当；行到日本嘛正确，互日本人敢讲哎，我以前那无想到这。等下台湾有些话用心去思考的人，也敢讲这是正确的。要跟咱斗三工太济，外口足侪人要捐款给咱，咱不爱收。咱的关键是讲，你若不是会员，我爱甲你收你的捐款。啊，你来会员捐款上济30万，我无稀罕你的钱。咱有这个志气，大家唔知了解无？因为咱无希望有一天，这个会员入来甲这内底讲，我要出3亿，3亿是咱鬼拢去光伊，后摆拢对伊行，偏去零零，我唔爱。咱台湾民众唔爱有财团来甲伊左右，唔爱有钱人来甲伊左右，因为有钱人足济代志拢是压面的。就是来说，拢政商勾结得来，咱无爱掩护也政商勾结。有时讲咱若捐款的时，政商勾结拢要甲抹灭，所有政商勾结拢要甲处分，拢要甲处罚，所有贪污的拢清杀，所有受判的事拢要鞭刑。但是咱甲收钱的时，爱网开一面呢，咱若网开一面，咱就绝对甲代志做袂好势。就是咱当心贪污，赶快清杀；咱当心哦，受判的事赶快来鞭刑呢。咱得做到这点才有法度。把台湾扭转过来，这沉沦下去的，一直沉沦，一直向下沉沦的社会，咱才有得到挽救的机会呢。所以咱当心，不管第一期甲这当阵30期，拢同款。大家一直的思考，一心为台湾，不是为家己的落地啊！一心为台湾，不是为家己的官位，官位免稀罕，因为到尾人拢要死，你偌济钱拢要死，你做偌大官拢要死，人死爱留名。留一个红留念的，不是留红，留一个红错骂的。我相信现此时一挂政治人物，过去这几年风光一时的政治人物，伊家己午夜梦回，一定够足后悔，伊做一挂对台湾人不起的代志。咱无希望讲，咱所有将来咱民政府所有的成员，咱的官员同款，做一挂后悔、吃老了再来后悔的代志。咱无希望安尼，所以咱话拢讲伫头前，就是咱的官员，咱的同心犯法、贪污，绝对是清杀；犯法绝对是鞭刑，绝不宽待。咱都要用安尼整肃咱家己，把咱每一个钱用在刀口上，1000万开落去，都是1000万的效果。你这路面给他做好，像一般安尼，建车来搞拢未崩起，拢未去挖线。你要看咱路面。卖讲建车啦，大卡车搞嘞，即摆做好行动，路面都足水足好看。但是过半当的时，大卡车甲你搞凹两界，差不多害了了。啊，就一直去修理，重复修理，两年三当，都过这个，过再把迄个路面吐掉，过再铺一界这里干嘛干？重复的建设跟重复的浪费，可能台湾永远都爬不起来。台湾人一直咧纳税，一直咧纳税，结果生活足困难，啊，政府效率歹。政府的这个赤字一直增加，像政府的迄个债务已经超过5条，迄是看会到的，看袂到要有10几条，合起来20几条。中央兵官来离开的时候，咱有一段日子较艰苦，就讲咱要爱甲遮负责来做处理。不过咱也是大家拢真青年，大家拢真拍拼，像日本安尼，政府的效率足高，对地方建设的效率足高。咱真紧3当5当，咱就会当做啊足好，迄负责就会当行个清。咱要有这个信心，今日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做一下报告，请大家一定要甲咱中央个决策单位吼站在一起，要有信心。咱树人行在，唔惊
手尾做红胎，所有这古古怪怪的邪说论述啊，拢莫插伊，拢莫甲看。因为吼，有一个人甲我讲，我袂讲啥，伊讲吼，你的论述是绝对正确的，这人拢是傻啊。最后的结果，因甲我讲，因唔对，有一天因会回过头来要甲你拜托你回参，佮倒来参加这个活动，你应该要有主张。因为其他的单位嘛同款，因讲要行无路的时，最后有一天啊，一定来找咱，找咱讲这下代志，要甲咱合作。其他的单位，我相信最近渐渐有只类似这个民进党，类似这个苏贞昌已经派人来咱这个所在受训，哦，甚至我相信啊，台陆人民也是李登辉遐人，我对咱的主张、甲论述、甲咱的过去所表现的过去这档，哦。对去年甲即阵半冬内底，咱所作所为啊，会感觉足惊吓。我相信啊，日本的朋友伊嘛足了解，就是李辉伫日本有一个真大的组织，但是因开始嘛了解讲，咱对伊有真大的威胁。我感觉讲有一天，伊嘛爱甲咱来坐下来好好谈谈，到底要怎么样来共同推动咱的法律论述，和咱台湾早一天来完成咱自治甲建国的这个工作。多谢各位。多谢大家，谢谢。加起立，立正，行嘞，休困十分钟。我还想在外国产呢。